某博主曝光了一组范冰冰的青涩旧照，那时候的她打扮还没有现在时尚，妆容也是比较早期的风格，跟现在差别很大。那时候的范冰冰还有着青涩的气质，就是个小姑娘。范冰冰早年的齐刘海造型有点一言难尽，照片上的范爷粉嫩水灵，网友纷纷感叹，霸气的范爷也曾是青涩少女呀。范爷齐刘海、柳叶眉的样子，好久不见了。早前范冰冰晒与吴磊合照，一张是参加活动时的照片，另一张是两人2006年时合作拍摄电视剧《封神榜之凤鸣岐山》的合照，引众网友围观。不论是青涩照还是10年前的旧照，范爷美貌依旧。我觉得可能认识她以后，别的女生在我这外形就可能可以忽略不计了。난니꺼